赶紧先干啊，干两锅让人家不光算。那个，我觉得咱家跟人家不一样。咋个不一样？咱家这下一道弄成露天的。然后在这儿拐过来。啊，去哪？再让那个水果再去给他退了。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在俩狗也不一样的地方？一公一母欢。我说的不是那，你有没有看到母狗肚子大了？狗稀里呱，喝稀里呱。你这大，你看那腥味呢？你，这个鹅都成那样了，你是想清炖的还是红烧的？这鹅看起来确实好吃。红，叫完了，又香了。 活的，这人下午这活能干完没？大伙儿能干完吗？什么呀？转身过来的时候，那一点跟你给我挖。赶紧看看看。讲完了，你想法好。水果是一个完美的，任性。大伟满意不满意？不满意。哦，不满意，忽略。不是，大伟哪不满意？说出来。就那个地方。啊，就那个地方。 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窄的跟啥样？你看这个地方太窄了。雷哥，你觉得？我分析着，他现在是双管道，这个旧管道，这个新管道，完全够用了。你这挺保温柔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双管齐下着的，这个不行也行，你得给我说。我继续接着你这个下水。好，这个地方是高大号的同志，然后分了一个，这个叫啥？ 迷你充电池，然后这个管道顺着水，然后顺利的趟出去。哎呀，俺媳妇肯定给他夸奖我了，这个。然后这个水道旁边路过狗圈和大鹅的地点。刘一然，保持安静。你看俺一人嗷的凶。想干活的。你说呢？ 我拿铲子。你拿铲子，你也干活嘞？好，那个家的水利工程告一段落啊。这一块接下来是咋规划的？人间公园。啥？不对，人间花园。花园。我会收集，比如说贺子家或者大伟家的欧巢啊，还有那个红石棍呐那些东西。 大伟，活接着，咱俩赶紧撤吧。赶紧撤，赶紧撤。东西拾到了，再藏起来，藏起来。藏起来，藏起来，不容易，藏起来。这都那俩藏哪，我也能不知道。